有吗？嗯，有了。你的开机游泳比较快。有的时候我比较慢，有的时候我比较快。上面还在滴水，还有屋顶啊！你要推我，你这个声音不就是要推我？明明就往下了。对啊，那你干嘛去？
冲上来了，有没有？有你有这种感觉吗？蓝天有这样一直挤过来，一直挤过来，有吗？有吗？嗯。我们今天下午一样赖在这一区的，就是随时看天气，然后上床，是吗？或者是一直滑的时候也可以。太短了。凉了。蓝天又更多了，很漂亮。啊，你不拍哦？不拍啊。是啊。啊？下午蓝天更多。人从上面下来，哎，啊，我挡住你了，是不是？啊，可恶！干嘛？
冲不出去、欸。是吧？方向不对、啊，冲力不够。蓝天哦，好，来一张。下一个还好，怎样？还好，还好什么？就还好。什么？这样就很亮，现在这里你脚压住我了，压住我了，快要晒上来啦！太阳在动。哎呀，加油，加油，走上去，走上去！是云移开，云移开。哦，就是这一班，就是这一班。哈？就是这一班云啊，云跑得比我们快，又回来了，又回来了。很厚啊，它快要跑掉了。又要被版权宣告了。用干扰音。歌词都不会。它会不会化掉？不会，它不会到化掉吗？不会吧？不会像刚刚那个屋顶的全部掉下来。屋顶那个是有斜度，一开始就露出来的部分，然后可能是黑色，吸热导致。有够热的，真的有够热。这样感觉它要把我们载进树冰高原里，你不觉得这样应该拍吗？还是前面一点在哪？就靠高过。走，来环顾一下。这下去就上不来了。啊，没有被遮住啦，他后面那片追管过来了啦，差了一班，前面还有太阳，没了，很厚，不会啊，就过啊，他跑得很快，没有问题，他跑得很快啊，你看他现在就已经这样穿穿在跑过去啊，这边，他再过这边就可以，我们站在山顶等。
不用山顶。我就说上面这个在顶着。我刚刚本来想拍的，现在这样光线不好又算了。但是很清楚哎、欸嗯，其实很清楚。嗯，你说不要拿手机、啊。你拿也 OK 啊。来，我来环顾一下。十八。有脚印。是谁？是谁？怎么了？缆车横越寿滨高原，嗯，好，这样大逆光看不到。哦，好远的，看得到呢。啊？更远的，雪道对面的，全部都是啊。按错了，按错了。我想拍照，我看不到。Monster、好像大逆光，然后看不到，我不知道我这样是不是大逆光。Snow Monster， 眼睛看还好。现在看上去，你看，对，我就是要从某一段开始，从某一段开始才雾掉，雾掉，能见度才 OK。给他撞，对他这样拍很漂亮啊，就是可惜哦，有照，有照过去。下来的那条路看得到的，他那边已经快是清楚的。我们要冲上去吗？那条路我们那条路首次可以看到那个、欸，要吗？要上去吗？看你啊，我觉得快蓝天了啊。对，这样像上去了。那就冲去缆车站了。啊？啊？怎样？有必要拍他吗？还是他算了？冲去啊！冲去啊！我不要再被自己绊倒。有啊，之前就有看到啊。那还放了灯呢。
是哦。晚上会亮，给那些看不到树荫的人一点可以拍的东西。大仙万岁！是哦。
これもう散歩回しに変更だな、これ帰れねえよ、今日これ俺が裏もいけんだよ、ほんとはなぁ、もう何も動物収入が食べないこの狙ってるんだけど、なかなか残念だけど行けばいい、ずっと裏行けるチャンスはもうずっとあるんだ、もうここ1週間ぐらいすごいね、晴れろ晴れろと思うよ、晴れこれ何時まで？我已经夹着了，我是说去那个保护了。
一边，一边。
是吗？还不错。我上不去，我一岁都上不去。鱼动得好快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妈妈，快点！突然间太阳就爬了，就是后面就是不会埋起来了吧？埋起来了吗？大家都在猜，但是我不知道那个，觉得他应该被埋的差不多了。确定我拍到什么，因为太暗了，太亮了，太我已经调最亮了，我还不知道我拍到了什么。后面也漂亮了，要不要拍？Thank you.
一緒。我昨天去 Terrace 什么都看不到，其实我们人都很少。上第三十三集，乡下开的比较远啊。
选择，这里好。大逆光，我拍的不好。我也不知道拍到什么，回去再看。原来雪道长这样，你有没有这种感觉？没有看过，我是都雾蒙蒙的在滑，原来雪道长这样。早就录啊。我也对他没什么信心啊，但是就录欸，有录到就赚到啊，就今天而已啊。在我前面反而还看得到。
先把这个拉好以后再把它拿出来啊，我要把全部动作都做好以后我才要把它拿出来，我先把它放进我胸口暖暖一下，暖一下暖一下，刚拿一根那么长的，什么？我们有三六零的，太阳快出来了，那就。快！你要走，全员快点走了，走了。
撑了几秒，反正他现在是死掉也不会降就对了。啊？对啊，已经是啊，太冷了。所以你中间也不知道录了多久，完全那么久，你说他真的能撑那么久吗？还是他三秒之后就无声死了？不知道。好啊，还有要上去吗？没有吧？看你啊。我觉得就这样了，好像没有什么事情要再来一次。你想要再一次吗？好，不用。那就切黑鸡去横山。好，好。黑鸡中间某个地方要往右去。哎，又是明治祥，同样的人，早上的人吧。对啊。但是有个地方我要收，把它收起来。这里站着啊，那我站在这，我要收东西啊。OK 啊，不用站很边了，这里大家都没有动力的，大家都是用推的。好，我想看一下，你可以等我吗？好啊好啊，我想看一下。差着看也 OK 啊。我就是要差着看，不然完全没办法看。你可以帮我拿手套吗？我手套顶不住。什么手套顶不住？他没有办法撑在杆子上。没办法，差着没办法。天哪，罐子收起来，没浪费。我有带他出门，但是我真的不知道他撑得了几秒。来，还是试着看看。差一下，不然会插上去也不甩我，那就比较严重了。好像之前是差了之后，他就会充电了。叫醒他。有声音吗？哎，他刚刚不知道被吹风吹多久就不动了。三秒。不知道。不是我故意很快，是我就觉得你不就嫌我刹车太慢。他说他中断了。啊？他说他中断。啥？哦，太阳又来了，我拍一拍。他又关了，他又关。直接连煮都不行。哇，完全一个都没有。很让我蹲下啦。现在是连我的手机也没电了。啊，你的手机也？二十二秒。哦，好了，二十二秒就二十二秒。他录到二十二秒，只是二十二秒，你看还要喊我在那边跟你，很难的、啊。可能还没开始吧。然后连我的手机也跟着没电了。给他睡袋。啊？给谁睡袋？手机啊。嗯。我手机应该是让拍照拍太高兴又冷到了，然后他又掉下去，还没好。而且我刚刚为了拿 Insta 以后，我手机其实还好没有摔倒，不然我手机会飞出去。我手机是没有那个，还没好。没有什么。好了，我会跟你拿。你的手机没有什么。没有拉拉链。哦。欸，教练跟这两个人讲什么？要让他穿衣服，他刚也冷到了。这是他们在拍东西吗？不是吧？也是欸。啊，不要。这个外国大胡子还有拿，也是。不是欸，是整套的欸。拍一个女生是不是？对，拍她的，然后教练带她，其他人收音啊、录音，还是那是？走，那该不会是认真的？
日本的有名的山，看不出来。
走啊，三十八度，走。啊，因为他今天天气好啊，是天气好去走啊。走了三十度吗？哎呀。是吗？你说雾雾的，这下面不会雾的，只是上面车要花花力气呢。花。花。难道天气不好的天就不用花吗？一样要花吧。累死了，累死了。会不会站上去就怕怕的、啊？不会。好、oh。我猜跟那个联络道的 course A 差不多吧。拍一张照啊，就是长这样。真的要下吗？阿宝呢？怎么了？好吧，我要花久一点。天气好啊。的来，我觉得也很丑啊。嗯哼。今天这样看不是比较漂亮？好像没有之前那个看起来那么凸哎、欸，虽然好像也是有一点凸啦。什么叫凸？一颗一颗的啊。啊。你是说乱写？就是凹洞。先问滑滑下去以后要去哪边？我也不知道去哪边，跟那些人一起走。往前直走。或者是去右边那一个缆车。那我要先走吗？先走啊。哦，都走。嗨。都走。待ってるんで。嗨。哎，看上去还好。下来之后就觉得。跟那个 course 差不多。让人家先啦。啊？都走，都走。哎，都走。哈哈哈。尤克里，尤克里。就这样而已。你现在是要在我前面先下，还是你要怎么样？是啊。左半边。左半边比较难。我不知道。要我先下吗？等他们下。哦，我根本没有跟他们走同路，我要走右半边哎。好啊，那你去吧。难道他们那边比较不陡吗？我说难道他们那边比较不陡吗？啊？右边等下半部。Thank you.
弹得自己满脸血。哎呦！这里超松的，所以会摔倒，而且我摔倒还啪一脸，自己满脸都是血。后面那个怎么一直在笑人家啦？他在哈哈哈。你还好吗？想一下，哎，这不是真的，我能直就直，哎。我觉得我好像来到一个很陡的地方，我要去比较不陡的地方。翘起来了，所以不要太往侧边。我觉得我刚还后退，因为我觉得太陡了。
很喘吗？很喘吗？好、哦，对方，你拍一张山羊照。你是不是不敢正面向下？你还不敢哦？你向下看啦，没有你想象中的快啦。莫雷，莫，你正面往下看看，你会发现没有这么快，不用怕。知道啊，我刚的弯都是这样来的。那你现在在干嘛？很软。继续往下一点，那我要直冲了吗？
我要直冲那个吗？你要冲啊！我问你啊！我还要下到你那里才要冲，因为好像它有点翘起来，我不冲好像不行。你看你没有往下，你都很怕，马上就转走了。你根本就没有往下。啊？你到时候你刚刚还说你敢。怎么了？要做这个吗？多的往下，我只是转弯而已。对啊，你不像我，就跟你说，我那时候在八方就是练成说，我为什么开始变勇敢，就是我发现往下没这么快。我也知道没那么快啊。那就往下啊。但是就还不行啊，现在又还不行。虽然我现在每一步都觉得很确实。都没有什么危险，但是就是很不想走。而且我知道还会有一个问题，就是说停下来会更糟糕。为什么？停下来没有那个速度，所以就会从静止到动，那就会很害怕。但是如果一直动不停下来就没事，但是我还是克服不了。太阳刚好在，我真心的觉得是他的头，因为在 course B 被练过了，所以横仓还好。course A B 跟横仓感觉差不多。嗯嗯，但是 course 这个要比那个更软。对啊，雪更多。应该都差不多了。这里很少人来光顾它。从那个壁通过来。
有怕吗？啊？有怕吗？有害怕吗？我觉得还好。我一点点啦，但是就还可以下。我很不能转。那你有看我滑吗？没有啊，我怎么会看你滑嘞？没有不看我，那我看一下我怎么样。咻咻就下去了。哦，嗯。哦，什么？没事。这样。好了，每天都要来滑一次，很长。好啊，练胆量啊。嗯。你说的哦，嗯，练胆，我觉得你也需要练胆量，你的胆量也是很小。我就是你去上那个 Evergreen 送的课的时候，我就在练，你知道吗？我在八方练诶，八方也很陡。这个是一个专门滑。很长自闭用的缆车是吗？很长自闭下来就可以再上去，感觉是这样。你要再滑一次吗？嗯，不要，一天不要两次，因为我现在里面都很热，你知道吗？嗯、我刚把袖口弄开，而且我要手套量一下，第二次我可能里面都全湿。但我觉得明明我没用到什麼，我觉得我刚滑的不好。要怎样才是好？没有摔倒。哦，你是说你很后座是吗？嗯。有你有、啊、我看到你好像有抬手稍微撑几下那种感覺，而且刚我有体会到那个飞起来了，在这个壁上我也会飞起来，因为它太凸了，然后就可能蛮好的，脚有站稳就没事，就很安全的跳啊跳啊跳着走了。哦，那你滑往下的，你往下的距离还真的很远。但是刚翘到两边的时候，是觉得它好像又有点翘起来，觉得更危险，应该要在中间的部分就完成自己的转弯会比较好。我是在想翘起来到底会不会危险？危险啊，它更陡啊。翘起来有更陡吗？有啊，厉害，还多了另外一个方向的陡。你本身就这样陡，它到这边它这边斜的，它还这样陡，我觉得没必要那么复杂，陡一边就好了，还陡两边。我这个缆车运蛮远的、哦，完全不知道去哪里。难道他是载到另外一个地方吗？是哦。这可能是从坟仓回中间的做法。那也 OK 啊。回中间的话，那我们今天没有真的滑到坟仓。坟仓是在更下面有一块。那就再滑下去啊。嗯，搞不清楚。刚刚就选了很左边好像没有雪道哈，所以应该还是右边。嗯。然后现在山上应该又什么都看不见了吧？搞不清楚啊，只有绿色那个的山上，它一直都被太阳晒着。嗯。感觉它哦。怎么了？在震下来。我被攻击了。而且是松的，而且它中我的，救命啊！你上面的线，哇，这帽子上手套上的线怎么这样？我要说成帽子。帽子。啊、先弄掉。这是山顶那个吗？不是，这个是什么车？这是第一段吗？那个、是中央缆车的山顶。第一段吗？不是，我是说现在这个第一段。嗯。这个是什么车？这应该，嗯。哎，这是我们早上上山的吗？好像长得不像啊，是吗？好像是，第一段没错，七分钟那个。嗯，那这到底是什么？哪里？认不得路了。而且我们刚刚一路滑下来，竟然还是树冰原 course。嗯嗯，但是就没树冰啊。对啊。我们上看好像还有哎，还看得到哎。看到什么？树冰啊。那个是黑鸡山顶的那个吗？那里怎么有一条红红的线？